昨晚上世界杯打完了，世界杯终于经过一个月，法国夺得了冠军。但是呢，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法国，而是克罗地亚。如果你去看克罗地亚的队长，也是十号，同样是梅西，也是十号。但是当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当一个人喜欢的时候，他那种的奋搏精神是让会感动其他人。所以很多时候看足球，除了欣赏很多炫耀的球技以外，可能法国有炫耀的球技，但是最振奋人心的就是弱队的努力，虽然被强队所欺战，但是他那种努力那种精神是很特别的。好，这一集我没想过会录制的那么快，我一直在想这个主题，但是没想到那么快我就录制下来，因为我觉得刚好看了一个回复，就是昨天的回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回复很感动我，或者讲，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回复，懂我的人。可能这一个题目我就会定制为我不需要粉丝，可能粉丝会离开或者订阅者会离开，但是我希望看我视频的人不是单单一种粉丝。你会发现现在在今天的社会有一个现象，或者有一个很普遍的东西，就是你认为你看十分钟的电影或者十分钟的教程或者五分钟的快速的任何快速成长、快速拍照、快速制作视频、快速的一些方法，我发现很多人想要的，特别是很多看视频的人想要的是快速得到的方法。比如说我看到他有这技巧，我快速的学过来，这样子我就能够跟他一样有同样的炫酷的技巧。这个就想起像什么小时候我打篮球，很多时候在篮球场上，当你打篮球的时候，你会看到哇，那个动作很炫酷，我就想把动作学过来，这样子我就可以赢球了。所以当你看的时候，这个想法很正常，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但这想法有个缺点，就是当你真正学过来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懂得怎么去用的。或者换句话讲，当一个书法师写一个毛笔字，你就想，哦，我要快速的去学习他怎么模仿他怎么写，虽然你写的很接近，但是你仍然是模仿，你明白我意思吗？就你不是原创者。当贝多芬讲了很多，像巴哈，或者讲巴哈吧，或者莫扎特也可以，神童巴哈，当巴哈写的曲子的时候，当你就说我要怎么交响曲，我要怎么去像巴哈一样，当你也去模仿他的曲子，你再怎么你很难去超越他，因为你不是那原创者。所以同样的制作视频也好，拍摄照片也好，如果你求一个捷径，一个快速的方法让你成功，我会告诉你，你的根基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为什么我制作视频的时候，我不会有太多的技巧，我也不会分享如何方法，我是希望你看我的视频，你是一个懂得为什么的人。因为 how 就 H-O-W 就如何，或者方法论，或者如何知道方法，其实如果你知道原理，为什么原理，方法就可以有很多种。这个你在高中学好数理化，如果你只是用方法去解题的话，只要题目变一变，你的方法可能就行不通了。但是如果你明白数理化的原理，你用原理去解题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题任何一个题你都可以解到。所以数理化学的是原理，不是方法。化学你做实验的是方法，但是那个是帮助你明白化学的原理。而原理就是一个道理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这样子的话就像什么呢，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开很多的锁。如果你只是配一把钥匙，这样子你就限制了你自己。这个就当你创作的时候，你需要的不是方法，你需要的是原理跟灵感，
而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的视频，我很感谢那个回复我的人，他是第一个留言，应该是第一个留言，但是我刚好看到的时候，他是一个，或者你可能也在看，你就是懂我要去怎么去做的人。可能并不是太多人会明白，当你看视频，当你建议的时候说，哎呀，为什么你不这样子，为什么你不剪接，为什么不做得更精细，然后当你懂为什么的时候，你就懂为什么了。当你不懂为什么的时候，我怎么讲你都是不懂的。这个就是沟通上的问题，而是误会也很正常。你看了视频你也想离开，就说真正陪我走到最后的就是那些真正懂我要去做什么表达什么的人。就有点像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或者刚开始看说哇什么电影我怎么看不懂，但是当你再看再看再看再想再想，你的时间你的成长达到的时候，你就明白哇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就像大话西游，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太多懂，所以当你看的时候，时间会让真正懂的人慢慢去，或者讲你如果要明白要知道一些东西，你是需要时间的，你不可能太快。所以就为什么谢谢这个朋友，可以讲这个订阅者的留言，然后我相信我的视频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人默默的在看，他也不留言，但是我也心照不宣。而留言的人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意见，我不是不听，而是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的意见而九个人的沉默，之前我讲过我是要听一个人的意见忽略了九个沉默的人，还是应该要考虑那九个沉默，但是慢慢欣赏慢慢懂得或者慢慢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人。所以我并不需要太多的粉丝。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想法，其实我不太喜欢订阅者或者是什么，为什么当你订阅的时候你一定你按个按钮你订阅你就可以订阅我，我就变成很被动。应该任何 YouTube 也好哔哩哔哩好，有两方面的按钮，你订阅我，我要同意你订阅我，你才可以订阅我，那就是公平交易了。不是你想订阅你想取消由你的算，而是你想订阅你要通过我的验证，这样子就不同了。所以其实我的视频我并不是想太多人去看，如果懂我的人会慢慢去看我的视频，不懂我的人看了也是白看，这个很正常。因为我要做的，我要拍的，我要记录的，我要走的这条路，我要分享的这些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然后也不需要每个人都适合，因为我也不是靠这个。所以我就如果我的视频能够是我能够固定给一些人看而不给一些人看那就好，但是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就一直是像 YouTube 像 Bilibili 这些 UP 主这些人永远在一个被动的状态，好像粉丝就是裁判，裁判我们这些这些搞创作或者录制视频或者分享东西的时候啊，你不好你不好你不好，他们就在高高在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才是主动的人，而观众是被动的人，所以我不需要太多的观众。如果我的视频有100个或者不用100个，有一个懂我的人去看，我就单单拍给那一个懂我的人就够了，而不需要10000个观众去看了但是来批评。所以但这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当你人生走到今天这个时候的时候，你需要的不是一些表面的关系，而是真正能够把你以后仅很少有的时间花在一些真正懂得珍惜你身边的朋友的人的身上，不要把你的时间再浪费在一些只是表面肤浅的关系当中。因为人生走到最后，或者换句话讲，如果你的葬礼或者我的葬礼能够出席的人，那些可能就是你真正的朋友或者是真正的仇人也许仇人也有可能是出现在，但是毕竟也是一个关系。哎呀，我的仇人去
走了，我以后就没有一个仇人可以让我恨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人生走到这个地方是，就是说你需要把你的关系、你的时间、你所讲的分享给你应该懂你的人、真正关心的人，而那些反对你的人、那些不太理解或者是误会你的人，就让他继续误会下去，不用花太多时间去解释，因为当你越解释的时候，他可能误会的越多，或者是不懂的人就会一直不懂你下去，然后懂你的人会慢慢的看着你，慢慢的知道你下去，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感悟。所以谢谢那个回复我的人，回复我的朋友，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不要紧。所以这个就是我要的，懂我的人，而不是粉丝。你可以订阅我。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够有个网站，是把我的视频放在那边记录下去，而不是一个我一个视频放在网上面，谁都可以按那个按钮来去看我的视频，来去订阅我的视频。因为这个就好像我一直在被动的情况下，我需要有一个，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网站，需要一个网站能够我同意你才可以看，我同意你才可以订阅，我同意你才可以进来，就说至少在我这一边，这是我的，就是好像我写歌，我到处贴在上面，你喜欢听喜欢听，而是我写歌，你可以去听，但是我也可以选择。我给谁去听？这个就是一种态度的问题。而我们 YouTube 或者是哔哩哔哩，不要成为一个被动被粉，不是讲被粉，被订阅者掐着脖子，而不是说这个有点夸张。被订阅者或者讲好像流量这些就是我们的老板一样，这个我觉得我是个人是不赞成的，或者不同意的。所以这个。数据对我来说不过是个号码，然后所以我拍摄视频只是两个原因，记录、分享，然后其他 who care？哎呀，吃饱，然后谢谢你，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见，拜。